大概就是为了求得这个行列式，行列式，我们介绍一下 Zeta 函数正规化。Zeta 这个字母跟可惜很像，但是它跟可惜不是同一个，可惜是这样的，是吧？这是可惜，可惜啊。如果是英文发音的话是这个，是吧 ？Latex 的话是可惜，这个是 Zeta 啊，英文发音是 Zeta 啊。那个 Latex 要加一个这样子的反斜杠，对吧？啊，大家要区分一下不一样的。之所以把这个交给你们，因为我也有完美主义倾向，罗京校长也有完美主义。他有，他是处女座，然后罗京也是。我有些小错误，我看如果你们，比如把这个读成可惜，把这个读成这台这个小错误，有时候看到了纠正你们一下啊。设这个一个算符啊，嗯，介绍一般的会设 O， 是一个具有正定的本真值，朗达 n 的算符，则形式上有，就是 log determinant， log determinant o。等于 trace log o， 因为 log determinant 等于 trace log，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行当。然后这个 trace 当然其实也是定义在这个 o 算符的这个本真值意义上的。对，你求它的这个 trace 的时候，那等于这个 log lambda n， 这个所有的求和。然后我们对这个等号两边再做指数，是吧？把这个做一作用到它，对，有这个可以得到 determinant 这个 o 啊，等于一的 log lambda n。下面这个定义普阶塔函数。Zeta， 然后它的谱就是说指这个 O 算符的谱，我把它记为下标，下标 Zeta O S 定义为 Lambda N 的 S 次方分之一，然后求和，对所有的分真值求和，就是说这个 O 是 Zeta 的下标，谱 Zeta 函数。就是 O 的这个谱，因为它的谱是朗达 n，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写成朗达 n 的负 s 次方，对吧？当这个 s 的实部充分大的时候呀，上面那个级数是收敛的。当这个 r 一充分大时，上时就是这个式子，
责任。四十，这个 zeta 下标 o s， 关于 s 是解析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就是函数辅函数把它解析延拖到整个 S 的平面啊，将这个zeta o s 解析延拖整个 S 平面，这是它的辅平面。除了在可能的有限个点之外，关心那个有限个点啊，就是现在把它认为是一个解析函数了，现在对它求导。解析的时候可以指向求导 e 的负 s log lambda n 乘上负的 log lambda n， 然后再把这一项写回那个 lambda n 这种形式，然后把负号挪到最外边，负的 lambda n s 分之一log lambda n，
下面再起这个 s 等于零，等号两边起 s 等于零。Theta of s， 这个你起 s 等于零，这个因子就是一了。负的 log 零。你对照这个是吧？关于这个 log lambda n 的这个求和，哎，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由此你可以推出啊，这个 determinant 这个 o 啊，它等于一的 log lambda n。你把这个幂次部分把它写成负的，关于它的普迭代函数求导是吧？然后起这个在这个零点的值，负的 d zeta o s e s。里面就是一般的算符 O， 下面我们就起这个 O 为这个负的 d 涛 d 是吧 ？d 平方 d 涛平方，就是关于涛的二阶导数。theta 负的 d 平方 d 套平方 s 等于这个 m pi beta 平方，然后的负 s 啊，所以就是负 i s 与幂次部分。然后把这个，与 n 无关的那些因子拿出去，就是说，这个部分，这一项啊，等于 ，pi 除贝塔的负 s， 负 is 乘上 n 的负 is， 啊，就把这个因子拿到外面，等于。然后我刚才把贝塔写的分子，贝塔除以派 ，is， 这个是 n 的 is 次方，对吧？然后关于这个东西 n 的这个 is 分之一这样，关于这个 m 自然数这样求和，这个就是黎曼阶塔函数了。Theta is， 其中啊，Theta is 恒等于 n 等于一到无穷，
n 的 2s 分之一是著名的。黎曼阶段，在热力学中大家可能都遇见过，是吧？遇见过。你们这一期可能没上过我讲的天体物理这些经，因为往届的是上过，在以前我讲过的天体物理这些简介的时候，我是介绍过这个黎曼阶段，在宇宙学上会遇到。好，下面我们就是用一下这个黎曼阶段函数的一些性质啊。由于这个 zeta 零等于负的二分之一，然后 zeta 撇就是它的一阶导数在零点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log 二派。这个其实就已经做了正规化的了，你看，阶段函数是吧？就是它的 n 的幂次呀，就这样无穷多项求和，当为零的时候，不是每一项都为一嘛？你无穷多个一求和，哎，发现等于负二分之一，对，就是阶段函数正规化，挺厉害的。这个阶段黎曼阶段函数，它的整个 S 平面都是解析的，除了在那个自变量为一的时候是它的单极点，就是补充说明解它 S 整个 S 平面解析，除了S 等于一是单极的，所以零这个是一个很好是解析的地方，是吧？在零点，零的时候，哎，它等于负二分之一，是吧？你看，让你们要体会一下，无穷多个一相加，哎，等于负二分之一，是吧？挺有意思，弦类中也会用到弦类中。好，有了这两个，就是说它的零点的那个函数值和一阶导数值，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谱函数，是吧？就是那个谱阶的函数，它的导数。搜索黎曼阶段函数，了解进一步的详情，我这里直接给你用一下，因为我一下子我也想不起来。就这个函数的值是多分之一吗？对对，解析延拖一下出来，挺奇妙的吧？好，你看我们已经把这个负低低涛平方它的谱阶段函数的形式给出来了，是吧？它等于一个因子乘上阶塔 is， 那我对这个函数求导，求导就是关于 s 求导，阶塔撇负 d 平方
一套平方，求导之后起零点，当一，啊，因为它外面的那个因子也含有 s 是吧，所以也要考虑它。嗯，求导出来会，有个 r log 贝塔除以派，贝塔零加上两倍的贝塔撇零。然后发现它等于负的 log i 贝塔，检验一下这个两个等号，有 zeta 负一平方一套平方 s。等于贝塔除以派IS 次方贝塔 IS， 然后你把这个写成一个指数的形，一的 IS log 贝塔除以派变成贝塔 IS， 现在对它求导。一平方，一套平方 ，s 等于，这个是一的 is log 贝塔除以它点成 i 倍的 log 贝塔除以它，然后点贝塔 is 加上。把这个再写回这个贝塔除以派 s， 因为都有两倍嘛，两倍的贝塔除以派 s 次方，这边是 log 贝塔除以派贝塔 s， 加上这个变成贝塔撇 s。现在再起这个 s 为零，再起 s 为零，贝塔撇负一平方除以一套平方零，等于零的话，这个因子就是一了，是吧？两倍的贝塔log 贝塔除以派点成贝塔零加上贝塔撇零，对吧？要根据前面我们。给出的就是 zeta 零啊，等于负二分之一，然后 zeta 撇零等于负二分之一 log i 派，对吧？把它带进去，然后跟外面的 i 就可以抵消了，然后负号负的 log beta 除以派负的 log i 派。对吧，再把它们合并一下 log 贝塔除以派加上 log 二派等于负的 log 贝塔除以派乘以二派，对吧？所以等于负的 log 二贝塔，是吧？所以验证了那个公式。
啊，先讲完公式。好，先是完了公式之后，我们就直接用了啊。因此。这个 determine 在狄利克里边条件下，负的一平方，一套平方，等于一的负西塔撇负一平方，一套平方零，对吧？零就是它的普西塔函数的一阶导数，那个在零那一点。你把这个等于负 log 二贝塔带进去，所以等于一的 log 二贝塔，哎，那你等于二贝塔，对吧？等于二贝塔。所以那一项我们就求出来了 ，determine d 负 d 平方。一套平方加上欧米伽平方，它等于这个一套面一负一平方一套平方乘上一个无穷各个连乘的这个一加上贝塔欧米伽除以 n 派。啊，第一项，哎，本来它也有那个 we don't know n 那种连乘嘛，是吧？哎，通过贝塔函数正规化，不是西塔函数正规化之后，我们把它正规化到了二贝塔，那正规到二贝塔，哎，本来它有 we don't know n 平方的这种连乘，对吧？嗯，你看把它搞到二贝塔，这个有限制。很神奇的啊，然后再乘上这个呢，我在 PPT 上讲过了，是吧？这种连乘它就等于 SH 贝塔欧米伽除以贝塔欧米伽，所以那这一项可以算出等于 I 除以欧米伽 SH 贝塔欧米伽，好。